Iron Man 咧，最主要其實Tony Stark 喺戲入面啦，佢都係想用自己嘅長處去幫助別人啦，同埋因為好切合我自己嘅性格，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做義工啦，加上我自己本身又好中意紅色同金色，所以我就好中意 Iron Man。其實講起玩 cosplay， 我就由光劍開始，即係星球大戰嘅光劍開始玩起嘅。咁之後就不斷咁玩啦，玩到著魔，跟住直至到做呢套即係全電動 Iron Man。咁大概2009年至到2010年嗰時候咧，美國有一個好出名嘅 Iron Man 嘅cosplayer 咧，叫 Anthony Lee 嘅。咁咧佢做咗一套第一套嘅全自動 Iron Man 裝甲，其實成件甲最難，當然係 set 啲角度啦，即係你頭盔，譬如你點喐啲角度，其實真係要 tune 好耐啊。我呢個頭盔要 tune 到啱啱好咧，即係 tune 到要自動開合，可能真係要成兩日啊！狂熱啊！當然是因為我之前講嗰位美國的 cosplayer 啦，因為我見到佢能夠做到同電影一樣咁多唔同的電動 pass 同埋電動頭盔啦，咁令到我好著魔咯，呢種感覺係啊。咁有別於其他 cosplay 咯，因為其他 cosplay 譬如日泰嗰啲，譬如星斗士星矢啊，又或者另外唔同嘅日系 cosplay 啊，咁佢哋相對上用電動啊，或者係用光效方面嘅就少啲咯。咁我本人就對呢方面好有興趣，